你好，下午的5点整啊，台北美食社长晚餐，时间过得很快，5点了。社长从新兵丁回来后，中午吃饭的时候带客家吃客家美食，梅干菜饭，不是肉，没有肉。社长尽量不吃肉，你看25块钱，还有一个豆腐，还有一个白菜卤，啊，25块。25块，125就50加80应该是130。那个老板娘是算我140，大概是豆腐多10块哈。另外还吃个米色藤，那个这是石斑鱼啊，石斑鱼的米色藤啊，非常好喝。这个石斑鱼，我就吃了这个客家美食啊，米色吃了会长寿啊。这是台北美食社长晚餐，所以我今天从午餐到晚餐，通通支付140块钱，啊，吃两餐，平均一餐70。